大家好，我是歪歪。因为圣诞节要到了，然后我们今天要去台北车站报佳音。为什么选台北车站呢？因为台北车站很多瓦锅了。对，我们这次特别准备了这个印尼文的福音小卡。对，我们希望可以透过圣诞节传福音给来台湾的移工们，这样子。对，然后这其实是一个挑战，其实是我们团契有一个在马来西亚传道人，他给我的挑战。他就看到这个东西，他传给我说：“哇，我觉得这个很适合你拿去做个人布道。”我说：“哦，是哦，是哦，反正这样是哦，是哦。”他说：“我有想过你可以用萨风去吹个几首歌，然后跟他们分享这样。”然后我就直接答应他了，然后就邀了大家一起参与这次行动。因为当我邀请大家的时候，我就不能临时说我不去了这样。所以希望我们等一下都可以非常顺利。那我们就要出发喽！是不是很多人是第一次去报佳音啊？对，我们都是，你们都第一次啊？你不是第一次，而是你第几次？可能1.5次吧。1.5次，我觉得蛮开心的，就是我们在没有预设的情况下，就是去报佳音、嗯。我觉得这样不要去想说会有怎么样的反应或者是结果的话，反而可以带着一种很轻松的心情去面对。然后就是虽然会紧张，但是这个过程是很新鲜、很好玩的。嗯，那我们今天在车上的时候就一直想说，今天完全不用有压力，因为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也没有期待发生什么事情，嗯、一切都是超自然，对，因为没有任何人为的计划在里面，就是发生什么事都是上帝的安排这样子。对，那我觉得很不一样的是，因为我们这次真的就是我们也不是说哦来教会哦，或者说干嘛，就是很纯粹的，就是想要。到台北火车站有很多很多的外国人，很多来台湾打工的人聚集的地方，然后让他们可以感受到圣诞节气氛。所以我们准备了很多圣诞歌，然后也准备了那个印尼的经文小卡跟他们分享。我去之前就很兴奋啊，一直很兴奋，然后去到现场也是很兴奋。这一段的重点是什么？啊，你说去之前是什么心情？好，因为皮皮本来就是在劳动局工作，所以其实他本来就很经常会去接触到这一些外籍的朋友。对，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哎、欸，你今天有跟他们聊天吗？他就说有。然后我说你平常不是也跟他们聊天吗？他说也有，可都是被抓到车上之后。对。那你觉得今天跟他们聊天的感觉跟你平常有什么不一样？就是比较感觉比较近一点，比较像朋友，然后自己觉得出国在外面跟外国人交朋友的感觉。嗯，哦，就是在这边他们过来我们国家，然后我们就是可以交朋友，嗯、然后关心他一下，看他今天来这里干嘛。嗯哼哼哼，然后跟他说 Yes, I 爱你。很赞，很赞，很赞。然后你呢？
我今天算是第一次参加嘛。今天我会参与这场，是因为前一天我跟安安聊到，我就说，你们今天是不是有福音活动？我要去可以吗？我跟你们说，我本来这场活动完全只有预期，只有我跟皮皮。对，然后本来已经做好会尬到爆的准备了，这样。对啊，今天感觉怎么样？我是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除了是我觉得你要找到一件就是会让你自己感动的教会很重要之外，再来你要找到一群就是所谓的属灵伙伴。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有些朋友们他其实是很开心的，他们可能那时候低头做事的时候，就好像就是很默默。可是当我们过去跟他说，Merry Christmas， 他们脸上的那个笑容，你会觉得很开心。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温暖的力量。对，然后我就跟安安说，好像蛮有趣的，或许明年再找我参加，我就不会那么怕了。对，今天我们这个福音行动完全不是教会发起，就是我们就是有这个感动想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就觉得我们可以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就有兴趣的我们就一起做。对，没错。对，没有累积点数，没有公共服务时数，就是想要参与就一起参与这样。对，都是。对啊，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学习，然后我们刚吃饭也类似开了一个小检讨会，对，就觉得明年怎样做可以更好，然后可以真的让他们更多的可以体会到我们的温暖，然后可以跟他们当朋友。就像刚刚皮皮讲到，就好像在外国，然后可以跟当地的人当朋友那种感觉。因为那个小卡，你要叫他教你上面的字。哦，这是你的策略是不是？对，你分享一下你的策略是什么？他有说你会不会念，然后他原本有的一开始都，比如说三四个坐在一起，他就会推一下，就是然后后来就好了，好了，有一个就是硬要念一下，然后我就念完，然后我就说啊，那你要教我啊，因为我不会念。然后他有一个字就纠正了我三次，叫什么嘛，就嘟噜噜的，然后我就一直噜噜，然后他就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笑。所以皮皮就帮我们见证一件事情，你只要嘴巴都可以跟别人建立关系，传福音。对，对啊，所以今天很开心嘛，就是皮皮其实也才刚受洗。你是去年洗的对不对？今年你好年轻哦，今年九月洗的，六月哦，今年六月洗到现在半年了，对，所以这个新生儿就已经很会传福音了。对，其实报佳音这件事情，就基督徒来讲其实也很尴尬，对于被报佳音的人来讲应该也是蛮尴尬。但是为什么要报佳音呢？因为耶稣降临在这世上的时候，有天使天君照亮了整个天空，然后显现在牧羊人面前，然后那些牧羊人他们就是普通人而已。然后就告诉他们这个大喜的信息，就是你们的救世主要降生在这个城当中。他们就去找了耶稣，然后到处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很多很多的人。对，所以如果想要更多认识耶稣，认识这个信仰，或者说能够更多知道圣诞节的真谛的话，我觉得圣诞节的气氛在教会里面是最能够感受到的。对，没有那么商业好吗？但是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玩。好啦，这是我们今天的分享，然后也希望大家如果在很多地方看到移工，看到很多外籍的朋友，就可以多多给他们关怀。可以想象，如果你自己一个人在外面工作，在一个你不是很熟悉的环境，其实我们都很希望可以有当地的朋友，也希望当地的人对我们是友善的。对呀。好啦，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啦， yeah. 希望大家可以订阅我们频道，怎么变我们？其实就是我的频道，还以为在拍谁的频道呢？对，没错。然后明年我也好好的付出，把我的影片频道还有我的 podcast 好好的再重新开启。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把我的频道、我的 podcast 分享给大家。那我们就下回见喽，拜拜，拜拜。